哇，这个星期八八日子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。如果要讲两个的话 ，OK， 要随便挑给你啦。那我们就有这个母亲节特备啦，我们就找来了这个好人朱浩仁，还有他的妈妈，我们跟他们来一个默契大考验 ，OK。再来呢，我们的这个本地热话呢，就有 Kikin 还有 Ivan Chua。自从他们宣布了这个怀孕的喜事之后呢，大家肯定对他的这个宝宝是男是女很好奇，对吧？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的啦。首次来参加我们节目，马上就遇到我们台南的生存大战。十号的天龙人是出自哪一个漫画？我已经不知道。他们在弄我们这个，一球一摆，每一颗都是钱。而且轩哥已经花掉两万。综艺玩很大，每逢星期五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玩得起播出。